你看那种小型的冲水机啊，你看那放进水里面，然后要拿那个水管哦，不要拿那个电线啊，有拉掉拉断了。以前曾经拉断那个电线呢，啊，因为用车用电池，正负、红正、黑负，开关按，哦，你看会动哦，它那个怕有脏东西哦，要加包那个纱网，你看要加包那个纱网，然后入水才会正常。然后才会这个抽水量才会高，啊，如果水抽不太出来，就可能这里就有脏东西了。水太脏的话，就会造成那个阻挡那个水，所以要加绿色网包那个果水果那个绿色网就可以了。哦，它那个水位太低，用那个土包来挡，久了以后水位就比较高。